找对象先。嗯，你叫什么名？我给你登记一下，加一巴。你这个名字是也有意思哦。都算的是在厝内近咯，啊！在阮爸母叫我食无饱，啊！再讲好一个名叫做食一饱。哦，啊！你几岁啊？我二十出头，20出头，啊！那看起计无成啊，出头十外年咯。安尼我甲你写35岁吼，差不多，35岁。啊！你身高偌贵啊？一段时间的身高米五。是安尼个，我讲你听啦。一开啊吼，我双脚煞受伤啊。嗯。啊，然后哦，行路煞安尼个，让你注意看，你看来哦，安尼个，让你注意看。米五，安尼个啦，哈，你别蛮笑啊。医生说哦，当着骨骨啦，啊，就一百日咯，啊，这段时间就好了。啊，就变美男咯。哦，安尼我先给你写美男吼。好势。啊，你对种个找对象有啥物要求啊？好，要求诶，要求首先一定是得大波。哦。啊，到底是给你找一个大波啊，想来去给你找一个查某啊？嘛是有人找查某。想啊。阮阿兄就找一个查某啦。你要食青色，要食新色。啊，你对种个对象诶年龄有啥物要求无？年龄我是无要求哦，啊，少岁就20-30岁，啊，大岁就30-40岁，反正无管怎啊，你都莫去跟我找红诶60-70岁。你这要求是为了未肥哦，安尼好势，安尼你倒去等通知，安尼好势，安尼我倒去等你好消息了吼。好势，慢点哦。好，拜拜。抖音。